刘吉，你敢怎样？我来专心说是假设的，这摆刘吉你就是刚多心，已经顺利转型变成刚中立了。动车时那是单中心，别跟我做动，还是我较坚持的，别放弃，拼命去找刚多心来跟你救，无得跟伊真正有法度会当让你起死回生。那安尼，我就会当看你大汉，知影你爱啥物，讨厌啥物。我嘛免逐摆来看你的时阵，干那会当叫少怀疑细汉，喜欢的物件来替你穿。明明知影有这机会当救你，妈妈算来失去这个机会，我实在就无路用的，我实在无得资格来做你的妈妈。永志，请你原谅妈妈，永志，这一切都妈妈不好。对不起。到我的车呢，啊！你明落车搞回捷信嘞，搁藏在车内面，咱骗这人哦。啊！你这么歹是要创啥啦？是你家己无注意的啊！我无注意。啊！你报警啊！报警啊！哎呀！尤总裁，罗家峰，原来是你。啊！你少年人，啊，开车那个细腻，安尼形容公公。是要创啥啦？啊！你想怎样？哎，煞煞去啊！人是死路，还佫受伤，嘛歹势佮人冤家。你是毋感觉头晕？你头壳受伤啊啦？敢毋是送你去病院？免啦，我无代志啦。你是要创啥啦？我话都还没讲完呢，你是想要报警是？去报啊！我第一只等你啦。我发现你的头壳受伤啊，啊是不是去韩道路弄到？头壳晕，开车足危险的。我无这么啊脆弱啦。一般的人发生代志拢讲家己 OK 啦，无代志啦。以我以前算车的经验，头壳弄到，我建议你做一个检查的。看是不是咱继续开车，小心莫失本。你较早有在算车？车内面收过翕啊！你先倒来休困啊，等一下送你回去。三下你加步，我无想要欠你这人情啊！啊，你这我的车是要安怎啦？我替你叫代驾好，上吊是人啊安全呐、啊。我先扶你去边啊小休困一下啦。人的头壳是真脆弱的，虽然表面看起来皮肉伤尔，啊，不过去病院做一下检查较妥当啦。啊，想袂到你一个查甫囡仔，搁这么大心。迄拢是刻板印象，无论查甫人哪有软男这两个字，啊，不过就表示讲，阮真做大心啊。你好心嘛，是安尼对你啊。
歹势，我应该讲唔对话啊。无甚物好歹势啦。其实我捌听过你后生的代志啦。你咪大家解叫我，我有一个后生，真早就过身去啊。啊，另外一个后生发生意外，啊，头壳有问题，这是事实的。尤总裁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其实龚少怀是一个真热心、单纯、骨爱共斗相共的人，这嘛算是恁蒋家的骄傲呢。我无甲考试的意思哦，你唔通误会啦。失去家己的囡仔，就甲参照家己的性命，去予人乌一半去共款，迄种痛是一世人的。卡叔重视还阁偌嘞？伊是毋是卖遮尔啊善良，遮尔啊温暖？应该比罗家峰阁较壮哉才对。水啊，啊，不过，好一个梦乱七八糟呢，这敢算讲是噩梦？无，你到底是梦的啥？我伫去看天顶啊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就梦的啊，一定系，一定系，敢若有人一人甲我讲话，啊。那是尤总裁的声音呢？啊？你是讲无极集团的尤总裁啊？对啊，敢那是呢。啊，你敢袂记得伊甲你讲啥？伊敢那讲，你会后悔，你会后悔，其他我都袂记啊。讲我来去梦到尤总裁啦。嗯，敢咪是因为你今仔日拄到伊的原因？我真是嘛拄过伊啊。也毋过，恁今仔日是差点要出车祸呢，迄场面足惊吓的。啊，虽然讲后来你家抹药的时阵，恁嘛有开讲啊，啊讲起着安杰，还佫为囡仔的代志，所以哦，恁今仔日接受的时间较长。唔只会因为安尼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！哼，江国生，你做梦拢想袂到，你人生的最后竟然变成一个植物人。就算讲你过去偌打拼、偌骨力，做转型术，又要安怎？人伫做，天伫看，毋是属于你的物件，得袂到就是得袂到。这是什么情形？
江道生，你真是哪？你伫搞看要创啥？那是安怎啊？你安尼行来行去？江道生都这精神啊！这边哪有可能啊？今仔日副院长已经有来看我阿公的状况啊，已经判定是接近脑死啊。啊，伊头壳内底血块无减少，无可能会精神的。恁走出去了，我甲伊讲几句话，啊，结果机器都有心跳跳出紧的声音，啊，刷来都阁变正常啊。我看到伊目睭白金，一直甲我认。我行到底，伊就甲我认到底。啊，你甲我画一个，我头仔看伊目睭起起来。嘉鹏啊，嗯，你是咧想啥咧？事情？唔知是安怎啊？我想到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代志啊。意外以后，手术出包，江道生甲陈东俊行过来。伊讲，姓杰啊，进阶山寨机，啊，说出来又相随，佮讲，伊是安破罗的大股东，决定要告姓杰啊。嗯，啊，迄件代志，甲江道生即马到底只有甚物关系啊？佮再讲啦，迄条官司，跟天下面足大个啊，奈雄雄甲两件代志安牵拖做伙？因为后来我去洗手间拄到江道生，伊甲我讲一寡话，我感觉足奇怪的。我跟你讲啊，饮咯，就要较好咧，唔通咧歹亲情咧。因为我江中人是你的大恩人呐，啊，凡事总一讲哦，你甲我感谢，我听着，佮归来甲我磕头答谢，嘛无一定哦。永远袂有一天的啊！你再等等等。其实，当初我甲伊无啥物交叉啦，我也毋知是安怎，伊会甲我讲这莫名其妙的话，所以我无甲任何人提起这件代志。即摆回想起来，伊是毋是在甲暗示啥？家风在梦到伊做囡仔的时阵啊，阿公看喺天顶哦，拢安尼蒙蒙雾雾。阿妈有梦到讲，伊伫个病院内底，听到有人一直拜托医生讲爱救伊，甚至佫梦到伊对一个拱桥顶面走落来，啊，踢到物件，无细致就跌落去水池啊内底，后来就惊一个啊醒过来。照你讲。罗家峰应该袂去想起才会记得这条。感谢当阵，我甲第三条魂转去王金的心上，才会产生这款不稳定的影响。